他们说，你们这代人只知道不顾一切的向前冲。不切实际的追求，精疲力尽不放松。你怎么说？要我说，赛场上见。稳一点，不，向前冲。要灵活，不，要有棱角。要做到100分，不，要做到120分。我们说，心中有热爱，你就想不顾一切向前冲，眼中带电，耳边有风。追求你想追求的吧，一刻别停，哪怕精疲力尽。120分的热爱，总能让你一刻满血。Redmi Note 11系列120瓦极速快充，充满只需一刻钟。